人称二十一世纪最好的阴阳师美少女卢小兰。这是什么地方呀？我的手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没见过你这么笨的猫。你才笨呢，你们全家都笨。Oh my god， 古代小鲜肉啊。我终于变回人了，你们这边打招呼的方式是 Hi， How are you？ 狗啊！狗咬你，你咬狗吗？应该要回去的。你不要欺负人啊！我们来试试怎么变猫吧。你出口在哪？我出不来。作为一个宠物，你真的很不乖。你是我的宠物，你吃什么喝什么，去哪跟谁，都要经过我的同意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大理寺的人，我还能保护你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你是我的女人。